为慈济写历史中区人文真善美团队用了一年的时间制作18部921/20周年的影片。我们又重新再去采访，其实我等同于走过一次921。团队里虽然有些人并未经历过921赈灾现场，既有访谈、书写、镜头记录，点点滴滴被当时互爱互助的精神所感动。媒体工作者陈立明以专业贡献良能。我们找到这8个故事，一共有1个小时，一直把这个初衷带到以后的50年、100年。真善美志工勇于承担来自佛心师志的承诺，当年的灾难必须谨记，要让大家知道，曾经有过的是大自然的威力，这是人呐、无法抗拒的这个大自然的威力。唯有呢，诚恳的心，要接送虔诚，居安思危，莫忘那一年。大爱新闻郭宁、郭继宗台中报道。